林，抓你个现行吧！啊，是你贴的吗？不是我想贴的，有人让我贴的。是吧？谁让你贴呀？我叔伯大哥。还蹦出个叔伯大哥来？你叔伯大哥谁呀？你叔伯大哥算老几呀？你算老大。大哥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叫我爸啥呢？大哥呀。你把手给我撒开。大哥是你叫的吗？我刚认一妹子，我的大哥叫姑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爸，什么呀？你就认个妹子呀？你知道他干啥的吗？人家要搞点宣发，做点宣传，你凭什么不让人家贴呀？爸，你被他蒙了，他搞什么宣发呀？他是贴小广告的。你怎么就贴小广告？我刚才回物业去调那个监控去了，就是他。你看爸，我这衣服他给贴的，都是他贴的。闺女。你是贴小广告的呀？没说不是啊，不跟你说了吗？搞宣发啊。这还是你妹子吗？我不认识她。看见没，我爸已经从妹子到不认识你了，说明我爸开始大义灭亲了。怎么办吧这事儿？刚子哥，我错了，那我以后不贴了还不行吗？不行不行、不光是以后不能贴了，你现在马上把你贴的这些东西全给撕下来。对，撕了，一张都不能剩。行，先把这撕了。那好好好，这么的哥，我怎么撕贴上去的我就怎么给它撕下来。对、你看你怎么刚子哥啊，来干啥呀？对，你他给我去卖墓地的，这玩意儿叫人吓人，你知道吗？干啥呀？这不还有一个呢吗？好、撕了它。好嘞，行了，快去吧。啊，走不了啊。怎么的？谁呀？大哥。啊，怎么的了？没有啊。这还一个。嘿，他走得那么快，什么时候给我贴上的？就在您重返35岁的时候。爸，你重返35了？拉倒，你别轻易重返35。你35也不就没了吗？万美玲呢？来来来，你过来，我正好借这事儿，我得说说你。对，好好给他上课。我跟你讲啊，小万呐，你这样下去真不行。你这个宣发手段多落后啊，对不？他也不文明，也不卫生啊。以后不能再干这事儿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好搞搞宣发，对不对？你宣发的时候，你得跟人家学一学，学点现代的，跟人家大集团学，跟人家富宏学。你看，对，喝水我只喝富宏矿泉水。你看看，行了。完了，跟你那产品挂钩，啪啪啪拍两张照片，往网上一发，不比你们弄这个小广告强啊？对呀，对呀，刚子哥啊，我找一个形象代言人，让他拿着我的产品拍好照片，啪往网上一发。对，但是我缺个形象代言人呢，找谁呢？你等会儿，我问一下，你让我代言那是地下还是地上的活？你这么阳光帅气，肯定是地上的活啊。行，地上活我没问题，我来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还缺一个地下的。别看我，我不合适，我才35。大哥，你别跑啊，我免费送你个墓地还不行吗？